怪怪的。第一，本来阿卡，他们那个同学会，就是我不管什么东西了，都叫我来，在见见你。嗯，我们管谁来不来我不晓得。他是主叫我来的，他当初很想要我。我很高兴，说我借进去。我等那个不来了，等朋友等等，等什么嘛？我已经在这里了，对不对？你找叫我来，对不对？他开始讲那么多话，好不好听啊？对，对不对？来，来点点。